大家好，这里是 CK，今天要介绍四个霍霍的隐藏成就，而且都只要跟别人借就可以获得。第一个成就是逃避可耻但有用，就四人队伍里面另外三个阵亡的时候，霍霍撤退就可以获得。第二个成就是魔鬼克星，使用开拓者、贵乃芬、树商以及霍霍赢得一场战斗的胜利就可以获得。第三个是不可能任务，在对战幻荣的时候，由霍霍进行致命一击就可以获得。最后一个是全体集合解散，需要用秘技驱除六只敌人。那我们先传送到大矿区的凝滞虚影这边，那这个地方会有五个流浪者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吸引起来。不过，如果怪物离他们的重生的位置太远的话，他们会回到重生点。所以在引了一段距离之后，就要传送到别的地方。吸引到这个坡上之后，就传送到别的位置。然后再传送回凝滞虚影的位置。这样子就会看到刚刚吸引的怪物又被聚在一起，然后这个时候再去重新的吸引他们到凝滞虚影隔壁。那在跑图的过程中是可以使用浮旋，避免就是在中途触发战斗。这样子吸引了五只怪，再加上凝滞虚影本身就有六只怪，可以一口气被霍霍吓走。那这样子这个成就就完成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中间有怪，因为被吸引得太远，掉头的话，可能整个流程就要重来。而如果是本身原本就有抽取霍霍的玩家，那就可以到还与皇在里面直接把铺满都吓走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